唠可以唠叨可以。唠唠叨，你出去干嘛去了？怎么回来？脸上这个身上又有个口红印儿，又这个那个，都这事儿，其实在外无中生有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就跟那老更年期了一样。刚多大呀？什么更年期？是啊，就跟到更年期一样，唠叨不停，嘟嘟嘟嘟，这一天到晚老是不闲。我也没搭理他，我这气呼呼的躺那儿，我就睡了。躺了有10分钟吧，包里边拿出刀就给他杀了。他觉得生活索然无味，然后突然之间爆发的时候，恰恰是他们家忽然之间有了大量收入的时候，6套房子、1辆车都有了。为什么物质极大丰沛的同时，他忽然间觉得我活着没意思，我干脆破罐破摔、自暴自弃了。临死之前，我要拉着你给我垫背。为什么他忽然间在这个时候觉得生活没有意义、没有滋味？这个时候。不是说每一个角色我都可以通过物质的丰沛我就买了来的，一个成功的儿子的感觉，一个好丈夫的感觉，一个父亲的感觉，我有多少钱我能买得来啊？而这些角色剥夺了之后，你给我多少钱有意义啊？其实无论做出什么解释，杀害6位至亲，换谁都不可能原谅李磊，更不用说法律的制裁了。今年8月份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轰动全国的灭门案。被告人李磊噪音。李磊似乎不愿意再回想案发时的一切，面对询问，很多细节他都用记不清了来搪塞。记不清了，想不起来了，记不太清了，不知道，想不起来了，忘了，记不清了。从看守所里冷酷清晰的讲述到法庭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回避，李磊的举动完全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这里面唯一的解释就是，面对法庭上的亲戚，李磊还是比较收敛。尽管是这样，法庭上还是出现了一段插曲。李磊的叔叔轮到出庭作证时，突然冲过去要揍李磊。李汉全，法庭提醒你一下，现在在法庭上，请你遵守法庭秩序，你能不能控制好你的情绪？李汉全，能控制你情绪吗？如果你再不能控制你情绪的话，庭审的时候，李磊多次表示，没啥可说的，我只求速死。在法庭上，面对亲人的斥责，面对公诉人的质问，这个一直混不吝的男人渐渐的有了一丝悔改。